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维他命 A， 丰富的维他命 B1 B2， 维他命 C 含量大家记得，辣椒里面有，番茄里面有，还没，番茄里面有，大概还蔬菜当中，蔬菜当中含维他命 C 最高的怎么？还发财，还发有钱，大家都是老板嘛，还可以含最高，最高还蔬菜当中，还最高。另外一个含有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含有卵铜 T， 卵铜 T。还有胡萝卜素，左右它都有脂肪，都含有脂肪，都含有蛋白质，但那个相对来讲就少了，相对来讲就少了。相对来讲就少了。维他命 C 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个抗氧化作用的物质，是吧？如果它含量丰富的话，它可以对抗那个正常细胞氧化的过程，所以它都是我前面讲到，对，如果你讲它有对抗肿瘤的作用，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你讲伤到肿瘤之后，它都可以对抗肿瘤，是冇可能的。但它阻止它那个氧化作用的产生那个废物，然后好及时的清除那些废物，那么这个就起到一个间接的，不被你滋生一个生长 cancer 的环境的作用，但它直接是对抗肿瘤。在下面它就含有某种生物的活性，它含有多种的这个我们的引导物质，引导物质呢，引导还同一类的化学物质，但它这个化学材当中含有多种多样。引导还没有也呢，就是我怎么解释啊，比方讲，你哋妇女用个香水，大家有冇睇过香水个原料系点样样？生产香水个原料好得意噶，好似嗰个铺地嗰个柏油咁样嘅，咁啊一块一块噶，佢用嘅嘢去包住，话俾佢包住系圆嘅。但系嗰个嘢咧，你就系咁啊，攞一块，我的手摸下，你闻咧，嗰个味道咧，同大便嘅味道一模一样。同大便的味道一模一样，但它怎么会变成香水呢？稀释摩梭倍，稀释可能1000倍、10000倍、100000倍、100000倍，它就变香了。所以它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间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人体的排泄物，大便当中含有丰富的引导物质，引导物质，所以很多代谢出来的废物是引导物质，但它含的嗰、那個引導物質咧，佢具有生物活性嘅。佢最主要嘅特性係乜嘢咧？佢可以攞人體內部嘅雌激素嘅水準降低。佢含有嘅呢種具有生物活性嘅引導物質咧，佢可以攞我哋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准降低，尤其是妇女。那么它降低雌激素水准，大家觉得它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减少女性生殖器官肿瘤的发病率。比方说乳腺癌、子宫癌、卵巢癌、输卵管癌，啊，它可以减少这些问题，全部需要雌激素来供养它，但雌激素不会太高，太高了之后诱发肿瘤。好似以前我们讲更年期有个替代治疗就是用补充雌激素，是吗？补充雌激素你更年期很容易过，很容易度过，那个病人不是那么痛苦，但后果呢就是妇科的肿瘤的发病率升高，它就因为雌激素水准高了，你应该低的时间你让它升高了，那么打乱了我们人体的内部的平衡，就出问题了。那么你降低它，你要人为的降低它是有问题的。那如果天然的降低它呢，你可以不妨吃多点花草，它可以
钢杯那个东西。但是你又反正来讲了，当你需要吃的时候，比方讲是少女发育的时间，那个时间是吃的是很旺盛的时间。如果你吃很多的发育出来呢，一样可以钢杯的，一样可以钢杯的。那么需不需要就你的自己来嘛？它这个有好处，同时呢，它有一种胡萝卜素，它不是原生的胡萝卜素，我们叫提取胡萝卜素。再讲，它从某种化学物质当中提取出来，它的化学性质、它的结构，跟胡萝卜素好似的，我们叫提取胡萝卜素。这种呢，它可以怎么呢？它可以有一种酶，我们人体有一种你们叫酵素。衣服上面的酶，这个酶呢叫致癌物质解毒酶。我写一下啊，那这种酶好特别，它存在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一种本身是我们人体自身的叫致癌物质解毒酶。再讲某种物质可能会导致你生 cancer 的时间，这种酶呢可以消化它，但这种酶呢它一定要具有活性。活性是什么意思呢？它平时是处于一种半睡眠状态，你要激活它，你要给它、你起身了，你要做事了，你要给它做事了。那么这种物质呢，你那个我们讲的那种提取的胡萝卜素呢，可以激活它，所以它多了以后，如果这种物质活性高了，数量多了，那么你导致你生癌的那些物质呢就被清除得快，清除得快。所以呢它有对抗，你觉得它是不是有点对抗中药的作用？它应该就是通过这个产生对抗中药，但它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首先那个提取胡萝卜素不会被破坏，不会被破坏。第二个呢，你前面的太多引导物质呢，它都有对抗肿瘤的作用，但是它只限于复发肿瘤，它对其他的肿瘤没帮助，它是有选择的。第三种物质，叫胰岛芬乐酮，这种物质呢，这种化学物质呢，它都是对抗肿瘤，它是对抗乜嘢呢？大家知道有一种皮肤癌叫黑色素瘤，黑色素瘤就是当你的皮肤某种细胞变性之以后呢，颜色沉着变黑，变黑了之后呢，这种变黑的嗰个区域呢，突然间增大，无限度的增大，然后可以有出血表现。那么这种情，如果你做个病理检查，如果它是黑色素瘤的话，那么就是皮肤癌的一种。那么我们人体当中发育在当中被它咳嗽之后产生某种叫胰岛芬乐酮的物质，这种物质对这种黑色素癌的形成有直接对抗作用，但它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只对它，对其他没有，它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发育在当中的两种好处，对我们人体有好处的物质，对抗复发肿瘤是直接的，对抗黑色素瘤是直接的，但是那些提取胡萝卜素是间接的，是吧？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它对某种特定的肿瘤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个，如果胰岛芬乐酮多的话呢，它可以阻止你皮肤色素斑的形成，不是单单对抗黑色素瘤，就是你皮肤上面某种有些人的皮肤容易形成红色素斑，就是我们所谓讲的老人斑、色素斑。有些色素斑是黑色的，就是叫做淡棕色的，有些色素斑颜色更加深，有些色素斑很浅，比方说我们身上的一个痣、皮肤痣、都是色素斑，是吧？有些人是多痣、我们讲这个人是很聪明，痣多星、但实在不是，它是色素斑多。那么这种化学物质胰岛芬乐酮呢，它不但对抗黑色素瘤的形成同可以消灭，另外呢它可以对抗色素斑的形成。所以间接的来讲，
花椰菜对美容都有一定的帮助，对美容都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四十万多人都人都，各个人的外表是比较苍老，都求出来是吧？但你四十万时候是比较光洁是吧？这个有个作用。那这个就是花椰菜里边的成分，我来总结一下。第一个含有类黄酮，是好好的。第二个是维他命 C、维他命 A、维他命 B、B1、B2、维他命 K， 同有胡萝卜素、铁、磷，再加少少的脂肪和蛋白质。所以这个花椰菜实在是有不利而无一害的，不妨食多啲，唔理绿色嘅、白色嘅。都可以。哦，即系西兰花都系同一样嘅，一样嘅，系。哦。你西兰花只不过绿叶数多啲嘛，所以个颜色系绿啊嘛。个花叶菜里边绿叶数冇嘅，绿叶数冇嘅。你如果有普通绿叶数，比方讲你系贫血病人，贫血嘅，你食多啲绿色嘅咯。如果你系健康人，你白个绿嘅都可以，或者你又中意咪两样一齐食，都可以。所以花叶菜我哋嚟讲，对抗中老佢有一定嘅作用。就有一个呢，佢系冇乜嘢坏处。冇咩壞處，我前面講過，好似蘑菇，佢係有大量嘅膳食纖維，佢可以導致你便秘，反轉嚟導致你便秘，引起你便秘反而增加咗下消化道腫瘤嘅生成嘅可能性。所以，佢仲有少少問題，但係呢個花椰菜目前嚟講未發現佢有咩問題，所以佢係一個比較好嘅嘢。唔理落個白嘅一樣，比較含量就多啲。咁少後生女又唔係中意，唔係冇問題，冇問題。你唔可以大量嘅食，係啊，唔可以大量嘅食。你唔可以攞佢當飯食啊。但係你反過嚟，你作為後生女，你食花椰菜，你主要吸取佢裏邊嘅維他命 C 同維他命 B 嘅話，你要記得維他命 C 佢係蔬菜裏邊含量最高嘅，都係好嘅嘛，係嘛？當然我哋講食物要多樣化，唔好單一，唔好單一。你講呢個好，我都追住你嘅食，其他我乜都唔食啦，呢個有問題，多樣化。